现在原来的学生的知识人啊，那现在如果配上视觉系统以后，去自己去根据这个图像识别去能够找到这个工件。 我们现在中国的家用的智能机器人应该是走在世界前列了。语音啊，包括它跟的物联网的控制啊，跟手机的连接呀，这些我们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互通了。